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冰。今天我们介绍一款无线麦克风 ，Nesco 的 LWM-308C。陈猫说看中它的三个特点，简单概括为一长二小三拖。一，续航长，有6个小时。之前装5号电池的麦克风，大部分用了几次就吃亏，因为续航才2.5小时左右，真的不够肉。以它的体力，这款内置锂电池6小时非常足够。说起电池，他用 A73 去拍会场都要准备2个电池和 SD 卡，他们家的收纳盒也是挺好用的，袖珍行李箱居家必备。第二个特点，体积小，造型像翻盖手机，夹子可以夹在背包带上或者是自己的皮带上哦，陈猫还可以夹在小姐姐的皮带上，不会对裤子造成压力。第三，一拖二，它的屏幕实时可以查看电量和频率是否对上，同时拖2个麦克风也是它看中的，可以给它带上，也可以给我一个。好，现在把画面交给另一现场同事进行评测，让他带我们去评测看一下效果如何。 Go。 对，看到这么多好看的小姐姐，真的很想跟他们讲我会拍照的，可以加个微信吗？小兵，做梦吧！可以加个微信吗？拉黑吧，拉黑啊，拉黑啊！你看，小兵非常开心。我是从村里面出来的，又带我回村里面，什么意思吗？你看，小兵开心的都快哭了，疯掉了！怎么会呢？你看这里，哇，太好看了！你看那里，哇，拥抱大自然。来呀、啊，我就是大自然。大家都叫我大志啊。打卡表示来过。好，打卡。打卡吗？好，还要还要镜头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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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有缘分哇！来，我跟你来，我也要跟小兵扯一下，有没有缘分？这条，对，好，好，来看一下有没有缘分？缘分，哎，没缘分，没缘分，开心啊，像个小学生一样。所以大家还记得这是一期评测麦克风的吗 ？Hello， 所以 Hello， 对哦，马上就要过年了。对啊，对啊，1月20几号，好快哦，好快啊，对啊。很快就要过年了，所以大家要赶紧过来拍照，然后看有没有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拍照对象。好，这期对麦的评测就到此结束，我们要去吃饭啦。好，拜拜。自拍，好，再来一张，来，来自拍。耶！你两个人在两边好一点。好。好，3、2、1，耶！总的来说还是很满意的，起码我不会担心没电，哪怕没电也可以插上充电宝。这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喜欢的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评论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一长二小三拖，三拖是什么？它的屏幕实时可以查看电量和频率。